I remember the days, always at the same place, the same people every day.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black old Corvette standing in front of my way. 出发了，我们现在准备从米兰去维罗纳。好漂亮啊，今天的天气，你看 ，Blue Sky。浪漫之城维罗纳。位于意大利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整座城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美妙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历史，使这里充满了迷人的魅力。这里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因为莎士比亚经典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诞生的地方。这座自古充斥着战乱纷争的城市，因为一段虚构的爱情故事而被视作是爱情的象征和最适合婚嫁的地方，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恋人到此仰慕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它成为全世界男女膜拜的爱情圣地。哦，德国来这个维罗纳很近啊。在这里你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甜美氛围，爱情无论时空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维罗纳这座古城，街道比较狭窄，非常考验您的车技，所以这次我们预定的酒店就定在古城市中心，非常便捷，基本步行就可以逛所有的景点了。我的老牛呀！一米九老公真有劲儿。Let's go。几楼呀？二楼。那还好。这是共三楼对不对？一共才三楼。对呀。进门先看到一个小的客厅。准备了一些小 cookie。 Welcome to hotel。 一个小吧台，下面有冰箱。去房间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小的衣帽间，保险箱，洗手间，挺好的，干干净净的。地方蛮大的，还有一个小沙发，床头有一个电视，看看窗外的景观。的天还蛮蓝的，今天的天气不错。你看我们家这个烟鬼，烟鬼，雷猴，就是烟。看不懂，睁眼瞎。每次都是老公帮我点菜，你今天帮我点一点好吃的，点不一样的好吗？我每一次给你点好吃的。啊，我你给我说一次今天不好难吃给你啊。哎，我这次想点一点不一样的。我刚看隔壁桌那家那个挺好吃的。这里维罗纳那个菜不一样，比米兰、比佛罗伦斯、罗马不一样。啥有啥特色菜？在意大利。餐厅基本上三点都关门了，
三点后找餐厅也有点麻烦，我们菜还不上，等了半个小时。面加菜加多面，好好吃，要不要？当然要。每次帮我点的菜都不错。Thank you。你看那个颜色不一样。对，这个颜色。嗯。什么面？多面多，那个菜。你选一下。那个入口的菜，入口菜，嗯哼，嗯 ，very interesting。来，看你选。我的脸怎么这么红啊？喝一点酒这么红。MoTV 在哪里呢？美洛纳的天气总是阳光明媚的。古老的小城，空气里散发着冰激凌和鲜花的气息。狭窄的街道里，漫步着形形色色的人们。小城的魅力，恰恰凝聚在这古老的时光中。我对这些东西没有印象了。为什么？真的，上次肯定太多年前了。来到维罗纳，当然要去看一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居。几年前曾经去看过一次，里面的门墙都写满了有关爱情的祝福。在楼下的庭院中，耸立了一尊朱丽叶的铜像。传说中，摸了她的右胸就能为爱情带来好运。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是铜像已经被游客摸得锃亮了。院子里面有面爱之墙，密密麻麻地被游客画满了涂鸦，无数的情侣在这里留下了爱的誓言。世界各地的女士慕名而来，在围墙上写下给朱丽叶的信，诉说着她们失去或渴望的爱情。几位热心的意大利女人每天都会来这里收集这些信件，并以朱丽叶名回信给她们。几年前我来的时候，也和其他人一样摸了朱丽叶的铜像，想给自己也带来爱情的好运。可惜今天的游客太多了，所以排队排了一半我就放弃了。那就放几张以前拍过的照片给大家欣赏一下。那今天罗密欧朱丽叶人多的要死，那边明天不知道有没有人，那边如果有人多，我们又去不了了。是吧？有东西就在这里，我的车有这个。好好看哦。一个。好。两个。好了。好。Yeah. 买了吗？对、yeah.。对，我们俩的习惯，去哪儿都买个纪念品。去哪里挂件？买好。看到表都走不动路了。你喜欢买包包，我喜欢买表。你看今天刚刚好没有表，又需要买一个吗？浪费钱，养不起。两个，四个，六个，八个，哦，四个，八个。维罗纳著名的景点还有阿莱纳圆形竞技场，结构精巧的拱门，
类似古罗马斗兽场。缩小版。现在每年七到九月，这里会有很多世界著名的歌剧演出。在这个位置照的可好。百草广场有很多老建筑，包括高耸的朗贝尔提钟楼，带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外墙壁画的马赞提宫，还有那些中世纪延续至今的老教堂，都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无数的魅力。这个豆子，对呀、啊，对呀、啊，在哪儿呢？维罗纳这座城市非常小，有很多的咖啡厅和餐厅都不错。附近的商业步行街橱窗也布置得很有特色，大家可以步行去欣赏这座古老的小城，去维罗纳感受爱情的甜蜜气氛吧。You scare me，我就知道没有，咱都打针了，怎么可能有？